对对对，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现场台湾新宝的朋友热情能够有多大声，好不好？希望都能够大声到呢，就是我们对面大东夜市的管理委员会都能跑来抗议的。然后对面的那个在那边逛夜市的朋友都跑过来看，对对，这边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对，说这边到底发生什么事？顺便打个广告，对，也是还蛮好的。好了，这一首歌曲应该是不管的是年轻朋友，还是资深的朋友，都有。都会唱的哇，这首大家一定都会唱的。对，很简单，你们只要帮我哈就好了。对。来，我们先来预习一下。好好好，来，等一下这首歌，我需要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。来，所有的朋友来注意哦，看这边来哦，来注意哦。等一下我会唱我的热情哈，这样会吗？会吗？这样可不可以？再次哦。对哦，来预备，我的热情哈。等一下，还有人默默着拿着筷子呢，我有点不开心了哦。再次，对，这边的朋友，这边的朋友，一间公司精气神有没有饱足，就要听这首歌了。对，我们先看这边好了，这边。好，先看这边好了。来，注意哦，这边注意哦。我们福伦社这边的朋友，来准备了，我的热情，哈，要，来，现在换我们中间主桌的朋友了哦，中间要换你们了哦，来预备哦，来注意哦，我的热情。有，没有，还是我们主桌这边最有精神呐、啊！真的最精神，后面要一起加油！来，现在换我们这边的朋友，来准备哦，输人不输阵，预备哦！来，我的热情没有输呀、啊！等一下，全部一起哦！这位美女，你看起来就是才20岁的样子哦，精神特别好，对，而且她刚刚已经跳舞唱过一轮，对，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啊，对，没错。好了，所以要准备喽，带来这一首热情的沙漠。Yeah.
我们跑一下弟弟黑友好不好？弟弟来黑友了，准备好黑友。比较简单的好不好？来 ，A R D A， 一三一三，我在考你耶！还考我？我在考你，我考你，考我嘞！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等一下啊！来，双手一起来。停在残障车位上的好朋友，快点把你的车停开，因为有很多吊车在外面了哦。已经准备了。假如有朋友违规停车的朋友了，快点把你的车子移走，快点快点哦。现在拖，不然拖车被拖走的话，那要罚钱了哦。对，那就不划算了。尽快尽快尽快。是我考他变得他考你一闪一闪啊，真的。我等一下考你妖怪手表，要管你妖怪。哎，我们的 Kibo 有哦，他等一下。真的假的？对，他等一下。真的有。那小朋友，你会不会那个 I have a pen？ I have an apple。你会吗？你会吗？嗯，我会呢。有听过这首歌吗？来，各位朋友有听过这首歌吗 ？I have a pen， I have an apple， 有听过吗？应该大家对这个现在网络最火红的歌还蛮熟悉的。我写五吧，先写五。五哦，可是没有。好了，那我们台上节目继续，我要带来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。然后打铁，打铁，打铁有啊，打铁有啊。对啊，你有？对。好的，那我们继续呢，带来我们这个 party 的时间到了，各位朋友啊，对，这个时候大家有开始有想要对听歌了。